最近有一个热点，大家都在说中国男的多，女的少，男孩对象不好找。一位牛人就改编了一首歌，大家来听一听。男人多，女人少，男人没有老婆照，有位教授提建议呀，与其多不在世事，小气一出炸开了锅，很多人都在琢磨，希望教授能带头呀，带了头我给你点赞。女人是乐开了花，从此以后不愁了，一个做饭干家务来，一个赚钱给他花，从此以后女人就是天，彩礼更是要补贴，花的少了可不敢呐，没有化妆做大家。如今专家也太多，张开嘴巴就敢说，自己啥样不知道，反正说了不负责。如果要真是这样，医院肯定日夜忙，天天都会出人命啊，这要忙坏火堂堂。但不能容二虎，除非是一公和一母，公多母少比大家呀，两虎必有一虎伤。如果公多就一母，伤亡不知会如何，说的对不对呀，大家自己去体会。虽然光棍有很多，这个想法是对是错，一起多富是否可行呢、啊、希望大家来听听，一起多富是否可行呢、啊、希望大家来听听。